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肖滚滚。今天7月9号了，多云的一天。这一刻，阿尔巴家人入住到这个棚里面以后，应该也有小半年了吧。我楼顶上所有的阿尔巴家人都是他的后代，他是阿尔巴家人的妈妈。我记得曾经他住的那个棚是这样的一个蝴蝶结的棚，然后我觉得那个盆口径有点小了，它不是有好几个小崽崽吗？我就给它移到这个盆里面了。现在不得不承认啊，就是年份久的多肉，它掉状态确实掉得要慢一些。这个是它的娃，你们看，没有什么状态啊。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以后它们也会越来越美的。小伙伴们会觉得阿尔巴家人和冰魄像吗？来看。这一颗是冰魄，这一颗是阿尔巴家人，他们确实都挺像的。但是我觉得冰魄的话，它出状态就是起码在我这里出状态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颜色，而且冰魄它是有玻璃心的呀。你们看，这一颗是我们看星星的兔子的，这个玻璃心好漂亮啊。我把这个枯叶给它扒一下吧。今天天气很舒服，比较凉爽，又没有太阳。我选了几颗肉肉，来给它们打扮一下。夏天到了，真的很多多肉太容易出问题了。一不小心，它们的叶片要么就化水，要么就黑腐。我们要及时的把黑腐化水的叶片给它处理掉，然后喷一点杀菌的药。看这一颗小冰魄，以前居然都有花剑呢。这里还有一个花剑杆子，这个花剑杆子太有损他们的形象了。哎呀，拔出来了，这片叶子在消耗了，还不太好扒呢。他们的枯叶就这样吧，我都担心把它从这个盆里面拔出来了。看这一颗冰魄美吧，这个玻璃心还挺好看的。你别看它小，这一颗应该都是我叶插出来2年多的冰魄了。等这些晒伤的叶片消耗掉以后，我觉得它们应该会越来越好看的。这颗冰魄这段时间我都是放在这个露养的地方的，还好这段时间雨水不多。好，这一颗阿尔巴家人，我发现这里有片叶子就已经化水了，你们看。这一颗当初在那个盆里面虐得太惨了，没有什么太粗的桩子，把这一颗花剑摘了，还好，全部拔出来了。这里有一个小头是怎么回事呀？感觉好像要挂了似的。哟，还掉了一片叶子呢。这颗家人他真的不怎么长个子。家人妈妈你还挺倔强的呢，个子也不长一下。这个叶片没有完全消耗完的时候还挺有韧性的，不太好扒。这里有一片叶子，应该没多大的问题哦，感觉没有继续扩散。这就是我们的阿尔巴家人妈妈，还挺好看的，不错。看一看这一颗呢，这一颗居然有那么多花剑杆子啊，哈，拔不掉。哟，这里又有一个小头了。枯叶拔掉，这一颗到今年秋天应该会有一些状态了吧，还挺期待的。你们喜欢家人这个品种吗？我还蛮喜欢的，我觉得家人这个品种叶插成功率也挺高的，它又挺皮实的，出状态也好看。捕获里面的战斗机呀，看看这个，哎呀，没拔掉，还把健康的叶片给伤着了。这个呢，
哎，拔掉了。哎，费了我好大的劲啊！这一片，这个杆子拔掉，没拔。哎呀，伤着这一片叶子了，真是在帮倒忙啊！还说给它打扮漂亮一点，这漂亮不说，还给人家给弄受伤了。嗯，我也是服了。哎，你们看这个盆都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觉得这个盆应该我爸重新给它补过，如果它的那个根系太茁壮了的话，很容易把这个盆撑坏的。好，这颗家人也这样吧。这里有一颗豆瘤柿，这颗豆瘤柿长得还挺大的，我把下面的这些枯叶给它拔掉吧，枯叶太多了，嗯，容易滋生那个病虫害的，容易长虫卵啊。哎呦呦，你看红蜘蛛那个跑得好快的那个。看这个大长腿，白白的大长腿露出来了，这一下你就好通风了吧，不会滋生什么病虫害了吧，豆瘤柿。我发现这颗豆瘤柿这个叶片怪怪的，但是看着还是挺健康的。好了，这颗豆瘤柿就打扮这个样子了，主要是把它下面的枯叶给清理干净。你看它这长得啥呀，青春痘吗？好丑啊。这一颗残卷怎么了呀，不会是要挂了吧，天哪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就说像我这边的夏天，虽然说雨水有点多啊，但是温度还好啊，不是很高，这些多肉都在出问题啊。我真的可以想象你们的话，又是高温高湿，如果再连续下雨的话，那多肉真的出问题再正常不过了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心态放平衡。我来把刚才那个化水的叶片我已经扒了，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桩子没多大的问题，桩子还好。再把这一些枯叶扒掉吧，这些枯叶就是没有及时的扒掉，感觉这个桩子这个地方怎么一点都不平滑呢。你看这个品种，我自认为还是很皮实的一个品种的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头好像都要被我给弄下来了，我得温柔一点。这边的枯叶特别的多，而且这个叶片都已经变黑了，枯叶都变黑了，要变成肥料了。啊，这杆子终于露出来了。我怎么感觉这里面这种是这种感觉呀？你们看，啥什么意思呀？怎么感觉那个桩子粉掉了的那种感觉？它不像刚才那个豆瘤柿，刚才的豆瘤柿轻轻的一扒，我看看，哎呀妈呀，我担心，你看吧，小伙伴们，哇，真的直接就给人家拔下来了。你看，虽然说那个枯叶都已经黑腐了，还好它都没有什么病虫害，没有病菌，然后也没有长什么虫啊那些的。看看它的这个桩子都是粉的，你看好奇怪哦。不会吧，不会又要重新给你们分成三颗吧？但这个桩子就是你感觉没有活力，都是感觉那种粉粉的感觉。来观察一下吧，把这一颗
婵娟和这颗碧玉重新种到小白方里面，但是稍微晾一下根。哎呀，这夏天啊，出问题的多肉太多了，慢慢处理吧，反正我们尽力就行了，顺其自然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拜拜。